家好，我是 Taco。 那可以听到这个声音呢，就知道呢我们今天要骑的就是这台 Honda 的 CBR650R， 好不好？那为什么会想要再骑这一台呢？是因为这台车呢，我觉得它应该是算入门街跑车里面，我觉得 CP 值蛮高的一台啊，尤其是四缸车哦 ，CP 值真的是很高的一台。那讲到重机呢，不外乎哦，有些人对四缸都有一些一定的憧憬，好不好？就是一开始刚接触重机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哇、哦，阿三好帅哦，哦，真的阿三真的好帅哦，忍者四百也好棒哦。但是呢，你只要一个跳街，你懂吗？你一看到什么 R 六。什么 CBR650R， 你就会觉得，哦，这个声音才是真谛啊！你就会瞬间被这种四缸引擎给迷住啊！不论是它运作起来的那个细腻感啊，或者是它这个浑厚的四缸声浪啊，不要说一般人啊，所有人。或多或少都一定会浮现一些四缸嘴脸啊，是不是？当然我也是不例外啦，我一开始也觉得看妈的没四缸能骑吗？所以我今天就是想要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台入门的街跑车，好不好？不要再叫它仿赛，叫它街跑车，入门的街跑车，然后作为本田的四缸哦，买起来到底值不值得，划不划算，它骑起来又是什么样的感觉啊、哦、一样嘛，三点，外观、动力跟它的售价。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乌云笼罩啊，所以我等一下也不知道到底会不会下雨。我本来是除夕那一天要拍的，结果我到台七的时候我发现，看，我忘记带卡了，我两台 GoPro 都没有记忆卡、欸，是要拍什么什么蛙哥，所以我只能趁现在是初二吧，我只能现在赶快来补拍一下哦、喔，所以，对，都是我自己造的孽，好不好？所以大家可以按个订阅啊，按个喜欢啊之类的吧，哦、喔，给我一点鼓励好不好？好，那我们先来讲 CBR650 啊，它的外观好了。它的外观呢，它在刚出的时候，在上一代 CBR650F 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很关注这两台四缸车了。那个时候呢，我就觉得哇，同级距真的是蛮没有对手的，就是它整体来说是蛮香的，因为它是四缸引擎，然后它那个时候好像卖比较贵，那个时候 CBR650F 是42.8万，但是呢，同级距的，比如说宁夹650啊，它也只卖36万吧。可是一个是双缸，一个是四缸，就有点不一样，就是贵很多。但不过还是有蛮多人选择 F 系列的650啊，尤其是 CB 真的是蛮多的，而且它确实也蛮好看的。那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哇靠！那个时候目标版是 NT07 啦，然后我就想说，欸，同级距有没有什么差不多的车可以有更多选择嘛？因为你也知道，就是都买到 600cc 了，就不会想要像 NT07 那样阳春。然后就刚好看到 Buying 的那个机车介绍影片哦，欸，怎么突然冒出一台 CB650F？ 然后我就看了下去，我想说，一转到那个声浪那部分，我就想到，我看太香了吧，然后只比 NT07 贵一点点，然后我就想说，靠，那要买一定买这一台啊！那个时候真的是觉得太香了。不过到后面观望之后，就有看到说他们有要改款的消息哦。等了一下，哎，这个全新造型的 CB 跟 CBR 都出来了，然后都是挂着 R 的尾巴，懂吗？就是 F 变成 R 嘛。我刚看到的时候，我说真的，我跟大多数人不太一样，我不是很喜欢，因为 CBR 是一起改的，就 500R 跟 650F 是一起改过来的。然后有看过上一代的 500R 就知道，这台 650R 它刚改款的那个样子哦，真的好像上一代的 500R， 就是我第一眼不会想到 1000RR， 我会想到上一代的 500R， 我就觉得没有想象中的好看。但反而那个时候刚改款的 500R， 哦，
更像250啊，我还觉得500啊比较帅，比较香一点。但是呢，实际看到实车之后，我就会觉得啊，果然还是本田啊，哈，果然还是本田的四缸啊，天哪，这个质感真的是没什么好挑剔的，整个车头的造型啊，还有结合那个冲压机器、冲压进气的概念，好不好？从大灯下方两边，然后这边看上去，看久了，老实说，真的是蛮像1000RR的。你远看的时候，也还有的时候还分不清楚呢。车体侧边的这个外观我也蛮喜欢的，因为这组引擎最漂亮的地方就是它的引擎外盖的烤漆是用一个金色的烤漆哦，我觉得这个蛮加分的，因为对于这种街跑车会裸露一点引擎出来的话，真的是蛮漂亮的。不过车主有装那个啦，就是保护盖啊，装的也好嘛，以免倒车掉漆之类的。那虽然这台车它的头跟中间部分哦都做得蛮好的，但是呢，大家最诟病的就是它的尾部啊，这个尾部呢比较内缩短小，那放在 CB 上面呢，我就觉得近乎完美哦。但是你放在这种就是前面做的那么战斗的跑车上面，就大家可能会不太喜欢呐、啊，整个利落感都不见了、哦，变得尾部变得有点拖，你知道吗？但是这个车主有装一个单座盖啦，所以稍微好了一点，不过还是没有那么好看。但是没有车是十全十美的嘛，所以这部分我个人是觉得还可以接受啦，没有到真的很丑啦，就只是有那么一点可惜了。但即便哦，它尾巴那么多人不喜欢，它还是照样卖爆，是不是？你想40万内的四缸车又倒岔什么的，真的是太丢啦。好，那我们现在到七乙了，前面小跑了一段山路，我觉得操控性还是挺好的哦。那来讲讲它的动力好了，原厂马力是75匹，但是我这台是有解那个电脑的哦，我有刷电脑，把它刷到快100匹哦，跟我之前印象中的650啊，我觉得真的是好骑很多啊，那个起步真的有力非常多，拉转的时候也更顺吗？还是我的错觉之类的？但我听车主讲，好像解完之后更省油一点啊。前后悬吊配置也算是舒适取向啦，就是偏舒适哦，没有到很竞技，因为毕竟它是从 F 衍生过来的车系哦，所以我觉得这还是挺能接受的、啊。因为这台四缸车在骑的时候，我也不太会想要去拉高转，因为我其实觉得在中低转很绵密的这样吹油，我挺享受这个过程的啦。但我之前也有吹到万转过啊，那个爆发力就有点像 RR 的跑车嘛。不过这台你在骑快的时候啊，在过弯重心转移可能就没有那么灵活，但是它还是算灵活的。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以它200公斤出头的车重哦，过弯有这样的灵活性，我是觉得还蛮 OK 的、啊。毕竟它200多公斤嘛，那你跟 R7 相比呢 ？R7 一定是快很多嘛，就是更顺畅、更灵活。但你要想，这台是四缸啊，然后这台又是这个重量也是破200公斤，所以我觉得论运动性的话，哦，它是能给你一些东西的。但如果你还要要求再更高的话呢，那我觉得你就这台车就不适合你了。对于那些热血竞技派的玩家，可能650R还是过于舒适啊，因为你看它的把虽然是在三角台上面，但是还是处于一个蛮可以舒适骑乘的状态。有一点要特别讲，就是这台车有改脚踏哦，我觉得这脚踏踩起来真的是比原厂的好太多了，原厂的脚踏真的是太舒服了。这个脚踏过弯你可以比较顺畅的去做一些操驾之类的哦，非常推荐650R的车主们去改脚踏。
哦，这阴天，天空阴阴的啊，车还是一大堆车是怎样？看来大家也不是很害怕下雨嘛。那这台650呢，现在跑在台七E以低转的方式前进，我是觉得很舒服啊。那毕竟是四缸引擎嘛，所以你低转的时候你要拉哦，它也不会马上给你动力，因为我记得它的马力爆发点是在10000转啊，你要除非你能一直维持在9000到10000之间哦，就是能盲吹它就马上给你有力，不然基本上都是顺顺其居多啦。而且我要讲一下它的那个后座，我觉得这也是蛮多人会买它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虽然后面很丑，但是它前面很帅，大家看到那个头就爱上了嘛，然后就买了，然后后来发现哎，其实这个尾巴也不是那么坏，它可以很好的去载另外一半或者是你的朋友，让后座的安全感比较好一点，因为接近平行的坐垫哦，你可以很好的直接跟前座是在一个平行的状态，就不会像那种战斗街车啊防晒那种很高，然后如果后座又不太会坐的话，就会整个重量都贴到前面，所以这算是一个650的又一个优点啊。那刚刚骑的我也觉得它的滑离也是蛮好的，退档跟进档的容错率又更高，然后它还有一个 TCS 循迹防滑装置，算是只能控制开关不能控制段数啊，但是有总比没有好嘛，就多一份安全保障，然后它有 ABS， 其实给新手来骑其实挺适合的，就是如果你今天是新手的话，你想要直接上一台红牌，或者是你黄牌骑久了想要试试看一台红牌的话，我觉得650是一个蛮好的选择。但是我觉得要提醒大家一下，虽然它算相对亲民，坐高也没有到很高，我175双脚可以平踩，但是呢它毕竟还是超过200公斤的车重，所以你在低速回转或者是移车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因为我就倒过我朋友的一次了，所以是一个很不好的回忆，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啊，骑别人的车还是小心骑啊。这就是为什么你们看到我的影片我都没有骑很快，因为我怕这不是我的车啊。你和朋友借车租车只是一个体验嘛，然后我刚好只把这个体验分享给大家，就不必要去那样赔，我们就顺顺骑就好了，好不好？那现在来跟大家讲一下它有改什么东西好不好，相信这也是大家蛮有兴趣的一点啊。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大灯的护片，好不好，黑色的，总有种似曾相似的感觉哈。然后再来是这个前后行车记录器啊，如果有要问的话呢，你们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好不好？对，我会叫车主来解答。然后这个你直接烤成黑色的这个风镜，我是觉得还挺帅的，蛮帅的，蛮一体的。然后大家应该有注意到，就是车这两边怎么会有这个？大家可能会觉得是定风翼哦，没错，它就是定风翼啊，只是它是一半的定风翼啊，它本来是还有两片翅膀这样延伸出来，但是因为一些意外呢，它断掉了，所以车主就两边都拆下来。然后这个刹车拉杆跟这个手机架，我觉得这个手机架真的蛮厉害的，我刚骑的时候才发现。它的锁点是锁三角台上面这颗螺丝，一个转接架这样移出来的哦，这个手机架蛮厉害的。然后座充、油箱贴，让你更好去做一些超架跟夹持的动作。引擎护盖，我觉得买650R的人真的要装一下引擎护盖，因为我上一次骑我朋友的倒车就伤到他的引擎 case， 我就对，蛮对不起他，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装一个引擎护盖，保护一下这个古铜色的金色烤漆啊。然后这个是副厂的单座盖，远看还行啦，那近看就比较没那么好啊。好，再来是这个脚踏后移，我觉得这个后移的程度刚刚好，没有到那么战斗，但也不会像原厂在这边
舒适过头的感觉，这个不错的改装，板排架哦，让整个车尾更利落一点，挺好的。不然原厂那个真的有点拖啦。那最最最后呢，就是这根蝎子的全段管，好不好？这个真的超加分的，而且减轻的重量真的不少哦。这原厂那个便当盒真的太重了，这个而且这个尾段还是做碳纤的，哦，这个改装真的非常好。那大家一定很想听声浪啊，那可是现在在台七，所以，我们一样换个地方再跟大家讲，好不好？啊，那我们找到一个地方了，因为现在在下雨嘛，所以我就随便找一个地方哦，旁边都没有人哦，那我们来听一看这个全段蝎管的声音哦，觉得这支管很棒，但有一点可惜，就是因为它装消音塞，其实跟原厂差不多，大家听听看吧。其实近听还是蛮好听的，但是自己在骑的时候真的跟原厂差不多。好听，果然是蝎管啊。那如果车主有把消音塞拔掉的话，那我再给大家听好不好？他目前应该是没有要拔，不然这样拔了好像也会太大声，那就再看看咯。好，那这部影片就差不多到这里啊。那你对这台 CBR650R 还有什么问题的话，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好不好？那我是 Taco， 希望你喜欢这次影片，我们下部影片见咯，拜拜。